宝宝们，果皮又来了啊！正方形的纸对折，然后压成一个三角形，下边两个角往上折，然后我们再掏成一个正方形，两边一样，折成三角形，把中间的也放上去，两边方法一样，然后我们再转过来，把剩下的两面也用同样的方法折一下，然后像这样把四个角给它拉开，后边的话整理一下，这样一个星星收纳盒就做好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双击